有没有一个方法练习太极拳轻松不累又掌功力快呢？这个方法可以有。大家好，我是太极菲菲，生活无处不太极，享受太极，享受生活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是不是正在练功呢？就是说我们要把功融入到生活当中，就是说你每时每刻都在练功。比如这是上下矛盾桩，我看的电视聊的天都可以练，那么你这样就是练功呢。再比如你在做饭的时候，那么你切菜，你往这一站，你就是一个桩功的一个桩架，往这一站，你在这切菜就可以了，把那家的东西融入生活当中。再比如你去拿个东西，都是以那家的方式在运动，就是内动带的外动。那么你这样想进步慢都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说我们练习那家东西，首先呢就是改变自己的思维认知，把太极融入到生活当中，每天很轻松很舒服很快乐。但是呢我等于一天24小时都在练功，这样进步能不快吗？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欢迎你评论区留言，关注我，带你学习太极拳桩功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。